是会计学系。会计学系指定曲《正大校歌》，自选曲《忘了我是谁》，指挥李心凌，伴奏黄婉云。《忘了我是谁》的合唱版本加入二部卡农以及许多和声变化，旋律层层堆积，将感情拉扯到极致后又突然松手，一切回归宁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会计系的同学练唱十分欢乐，他们秉持的是爱的教育。现在上台的同学非常多哦，人数有85个人，阵仗十分庞大，所以会计学系的同学对于文化杯真的是有极大的热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会计学系。
谢谢会计。